啊？干啥？好，来了。就一般吧，我都给你在网上查卷子。你叫我干啥？尿尿干啥？来嘛，你看，微微都给你躺好了，看着吗？我都忘了。尿还能忘？我以为大家都习惯外头洗，那你咋这么沈阳了呢？没忘没忘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干什么？中午给你吃饭之后，想开玩笑吗？想好了，你做呀，你为啥不包边儿？不拉你整团？你真的想好了？这话问的，我以为你到房子弄啥呀？你这是你到房子弄啥？没干啥，玩手机啊。那你们咋睡得下来吧？外面单子都接了，那你跟啥人似的，都睡到日子上没了。事，睡褥子上就行了。哎。你真想好了？那我上来了啊！那咱直播你娃些咋想我上来了啊！的？来呀来呀，去抱一阵子去去，那边儿抱过来，好，我上来了。那边儿抱过来，那边儿枕头抱被过来。子，等一下，我先坐上来跟你聊聊。你看你们睡的你的样子，我怎么死你的呀？你不急下你。咋了？你又想反悔？不是，你来把你我刚才我笑样给大家看一看，我这笑样咋的了？怎么没念了？没有，我就没枕头给你别抱过来，然后睡了，等你大哥赶了快过去。没事，我先坐上来跟你聊聊，看你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呀？发自内心的同意了，笑啥？叫我笑啥？嗯？想笑，那你真的同意了？咱俩没开玩笑呀，没开玩笑？咋？那你眼睛闭着，让我先抱一下。干啥？眼睛闭着。干啥嘛？你可给我拿出来！眼睛闭着。你手放下去吗？你干啥嘛？手放下去吗？你眼睛闭着。你弄啥了？激动啥了嘛？我害怕你打我。我以前每次想亲一下，你都直接上手，辣呀！把我吓得。帮说一下给泼妇呀！你看到了吧？看来你这还是不愿意，没有一句话是实话嘛？你敢不敢啥嘛？心里太紧张了。那你不是说愿意让我住这儿吗？先亲一下，你看你都，没有呀，我不是给你们打气了吗？住啥算没住了吗？你跑脱了，意思你没边儿给你这个拿过，咱村支那些一给吗？你啥意思？意思咱俩就睡上睡在一张床，各盖各被子嘛，然后就是这样可以晚上说个话呀，晚上陪他干什么嘛？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儿，咋嘛？是我想多了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还本来想着，哎，我今天正人君子一回呢，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呀。啥主人家你这一块？我本来想着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啊，心里那道坎过不去，我就算了，就是来跟你聊聊，我就走了。没想到才看清你的真面目呀！哎，你心眼太多了，我发现你。我咋了？你钱多了嘛？不是，你心眼太多了，你这小心眼真的太多了，我可咋了？你有星星面了吗？怪不得好多粉丝就是啊，燕子鬼聪明鬼聪明的，小心思特别的多，小强玩不过他，果不然呀、啊。那你还点儿是，
这意思好像有点怪怪的呀，怪啥？呀，反正有点怪吧，看咱俩是不是想出啥哥们儿怪吗？想出什么哥们儿？你心起码文艺正义那个这都不过了。你心里现在咋想啊？嗯，你心里咋想？我感觉吧啊，就这样说吧，要是咱俩在一个被窝的话，我感觉，肯定会有人说是，啊，先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这个情况啊，先我倒贴着你，然后是，啊，反正，行了，不说了。太伤心了，我过去睡觉去了，我就那样睡吧。那咋办？我就那样睡吧，等你想通了再说吧。我是正人君子，我不强人所难的。哎，还怪我高兴呢。哎，你生气了？没有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别多想了，不要给心里就是放压力。就是害怕你心里有压力。好，我先压个我等。那我走了。嗯。